小帅们来到 Rise 两周年的生日party 对了，那有请这 Rise 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好，小帅们，哈喽大家好，我们是 RYC Rise。好了，今儿怎么回事呢？对，我是因为脚扭伤了，所以今儿不能救场。今儿又不能开，怎么着？这衣服一穿，拿范儿了，然后开始干什么呢？这就是你们太吵了，所以我就在你觉得有用吗？我觉得没用。觉得有用吗？好了，然后现在大家可以就是依次介绍一下，从这里开始吧。可以依次介绍。对，当时是这样的，是想不想起立介绍一下？我们就针对我，但你们想起立也没关系。可以演一段，你那个是什么？你得跳一段那个。你得跳一段，你那是什么主题？我最近喜欢吃 black。所以今天的装扮是吸血鬼。你可以站起来展示一下。吸血鬼，一定要每个人站起来这么就有点傻，我肯定是不太行了，你们是可以站一下。这个，好，这是小富贵，我的玩笑人来了啊，来，我都缺了一个眼镜，本来有个眼镜的，然后那个眼镜但是不合适就没戴，我本来不合适，为啥不合适？就是有点奇怪。所以你是啥，野哥？野哥你是啥？您是？我这个好像不太啊，对。民国的小地主，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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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打算盘那个斗地主，对这个，财务，你这个是那个美少女战士，今天简简单单一个小水手啊，小水手，唱一首水手听一下，你去甲板底下吧，开始。他说风雨中，拉点冲，穿什么？穿啥子？穿啥子？啊，黄瓜啊啊啊啊啊！演唱会很简单，因为我就 cos 的是个帅哥嘛，对，很简单，这么暗吗？你还需要 cos 吗？还需要 cos？ 没办法，是这样的，就之前给到我的意思是你需要 cos 帅哥，啥意思？啊，之前是这样，就是给了我们很多的 list 嘛，然后给了一长段 list， 然后在里面选了各个角色，结果都说不能用，然后后来我就选了个古装，然后说能弄头套，结果来了之后说头套也不能弄，我想着我这个刺毛戴古装就有点别扭，后来就拿了一个，就是现场拿了一个备选，就只有这个了，所以就穿了、那个，这应该是一个上舞台的贵族吧，应该是，贵族，机会很贵。那你，我今天是一个书生公子，站起来展示啊！是什么？展示一下呀！站起来展示，转一下这个，有那个是飘起来了啊！小袖子，哦，拖鞋不错，因为拖鞋不错，拖鞋不错，拖鞋不错，拖鞋什么？所以，对，因为这一次不想当女生。不想当，就是因为我上次不是不想换女装啊？你上次是个公主，跟我一样会腻啊，会腻。女装吗？不是不想穿女装吗？会腻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穿多，因为穿小宅都已经腻了，会腻是吧？啊！我就是个黑秀，哎，叫什么？哦，海盗，我是海盗。站起来，转一下，叫杰克。那你得是船长啊。你们俩不得黑船，你们俩一个得划船，一个得海盗船长。
喝酒，来吧。我这个简简单单一大挂，先给大家讲相声。简简单，您猜怎么着？怎么着？北京靠就是这一叉茶，茶叫什么？茶。然后呢，给大家控场来。好，就这样，下一个。啊，到我了。Yeah！ 好尬啊！天哪，天哪，怎么会这么尬？哪个相机是只拍的我？我无所谓啊。老师害怕的举了个手。今天 cos 的是什么？我是怕了，怕了。唱吗？怕了，怕了。啊！丧尸，丧尸，丧尸，严哥 cos 的是一个摔了跤的孩子。摔跤手，摔跤手，摔跤手，摔跤手。学校里面摔跤手啊。OK OK。摔跤手。我今天 cos 的是那个稍微比较。正常，比方说是卖房，他这个上面写的是那个学生会主席的套装，但是穿到我身上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了一个这个样子的。学生会主席不会有那么多这个 rise 的视频，这不是黄金的，这是镀金的镀金视频。对对对，我就是负责在学校里让这些学生不要摔跤的，不要摔跤，不要摔跤。呀，你这个好吓人啊！我这就是一个。掌柜的，掌柜的，具体是什么掌柜？具体是什么掌柜？客栈，客栈掌柜。嗯嗯，可以，没了。嗯，来了，来吧，来来来，等等，你得在中间，你去跳一下。客栈，今天是这个，你在中间来好不好？你得休息一下，你们不知道这里来，你就不到这里说不过去啊，没有中间来。话里有话，你坐在摩托车后面。好，我是管家，我是管家。你得跳一段。管家，这管家挺华丽呀。我只会心疼哥哥。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快看弹幕有没有人？管家，我是管家。这是我们客栈的特弹幕，这个弹幕属实看不见啊，这弹幕太小了。OK， 好了，然后呢，接下来是，他说把音乐关了吧，听不到说话。音乐小点声，人声大一点。听着音乐呢，哪里有音乐是吧？你哪里知道？现在有音乐吗？现在是没有。BGM 关掉，救命，耳朵没了。就是嫌我们太吵。可能我一起来呀一声，笑死我，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好，可以。好嘞，这个需要每人讲一句祝福吗？这个大家去美好的祝愿都是一样的吧。然后现在呢，有一个环节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两周年的有什么活动计划。有请我们的官方发言人。我们两周年了，然后是干什么？是啊，然后有一首新歌，对，然后大家在今天对也听到了，上线了。我要创造一个有你的世界，是的，对，然后实体专辑呢也上线了，是的，哇，大概就是这样，明白了。好吧，然后呢，台本上词是这样写的：好了，今天我们这个派对的流程到这里就结束了。当然不是，下班。固定 talk 的流程到这里就没了，接下来呢，通通都是游戏。然后呢，大家开心的玩就完事了。有了去年一周年的躺放经验，工作人员们都觉得我们不需要台本，就直接给我们列了一堆游戏。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游戏，就玩起来，相当于正式才开始嘛。对，此刻直播才开始。刚才算。算反正曝光了，我但是就是小菜刚是录播啊，对，刚是录播，现在直播，现在才开始。好了，有请现在到我们第一个游戏环节，游戏一，一起造造造，然后是一个语言类的，没造造造物主的造啊，语言类小游戏，热热身，一起造造造，五人一对，语言类，两个，请听游戏规则。我呢作为裁判，然后呢我们要分成两队，五人一队，然后呢要用比方世界编舞队形里边每个成员代表字母的首字母库呢，在十一个字母卡片里边随机抽选两个字母，然后呢要在接力组词儿。对，大家还记得各自谁是什么字母吗？我这有，我是 Q， 你是？我是谁呀？我是 X。我是 C 字母，别挖坑了，玩仨人啊？不是，怎么组呢？就抽两张你就组词呗。对，抽两张组词，它其实有点像那个网络语言那个简写，就是比如说 A Z， 你就啊这哦啊这算一个词吗？这也啊这。举个例子，抛砖引玉，抛砖引玉啊。
好了，然后那现在大家可以自由分一下组，分成两组，一组。那就你的那边一组，你的这边一组，对，这边四个，那边一组，那边一组，单双，单双数单双数。我说什么来着？他们还幻想有人说，哎呀，激烈的这个激烈的分队环节，然后还要给自己的队伍起一个名儿，怎么样？没有，我们必须要叫无敌造词组。哎呀，那叫造词无敌，我今天给节目来了一个，这名叫什么？打闹无敌造词组，我们叫造起来，那我们叫造不起来，我们造不起来，我们叫没造起来，我们叫没造起来，就反着的呗，反着，对对，没造起来，行，我们单数就是造起来啊，我们叫没造起来，没造起来，行，好了，那就开始抽签吧，那就怎么个来法呢？两两出来比吗？还是怎么说？是咋的？所以到底是怎么两两出来比？我是搞什么意思呀？主持人不代表是游戏的创造者。抽两个字，然后比如说 A 跟 B 就加加哪儿抽吧。啊，挨个挨个来是吗？阿巴阿巴阿巴，比如说给我吧。阿巴，就是首先呢，我先抽两个词儿，然后呢抽出来之后呢，在一块没什么用。来吧，明白了。他抽了两个词之后，单数说一个，双数说一个，单数说一个，双数说一个，就只能用这两个字母。好 ，OK。那么顺序就上面下，需要一下。比如说一张 C， 一张 R N， 就 C G。然后对，我们来单数先开始。我脑子里已经有一个抢答，一个英文不算。哎，你不是 Randall？ 那刚刚不我们是什么字母？主持人 Randall。R N。R N， 好了，那么这样，你们单数、双数、蛇颈刀布，输的先开始。好，第一个，来蛇颈刀布。好，你们先开始。什么什么词 ？R N， 倒计时开始。Running， 中文，中文，对吧 ？Running， 来准备开始计时啊，十、九、八、七、鸟人，六。哎呀，反过来也可以，哇，太炸了！反过来也行，反过来对对，下一个，下一个，反过来可以吗？男人，男人，哦，男人，女人，哎呀，女人，接到单数，单数快点，热能啊，热能，热热能，好，行行行，让你。让你能算一个词吗？让你算其实小你别笑了。人呢？人呢？太高了，怎么？这是词吗？对，人呢？人呢？人呢？可以正的，也可以反的。那人？什么那人？那人？那人？那日？那日？那日我干了什么？干了什么？对，那日这能算词吗，兄弟？不是，不是词，你要说那日能人，能人，能人，能人了，够够够，人能，人能，我什么兄弟？我操！大家什么文化程度？我学生会主席看不下去了，是忍耐。忍耐，能不能来点正常的词啊？哇，哪儿呢？哪儿呢？人呢？哪儿？哪儿？哪儿呢？快点，十、九、八，哪儿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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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人呢？北京人，哪儿？北京人，哪儿？北京人，哪儿人？哪儿人？北京呢？说了哪儿人？哪儿人？你们不，他是哪儿人？你个儿啊，哪儿人？好，快到到你。热闹，你人，你人。热闹，热闹也还不错。好，那也还不错。这一轮要不平局吧？大家好厉害呀！我们再换两个。就好厉害了，换两个词。你要加的难度，抽四个啊。哦，可以，直接抽三个。这一轮三个，三个。我们就是这么强，三个是吧？好，三个。好，那就抽三个了。我觉得一会儿抽三个，一会儿这个直播间脏话。但是是不是应该固定顺序？不用，不固定。对，我觉得应该有顺序。我觉得固定顺序，固定顺序，不然又是什么人人哪哪人？就但是就是这一次是真的必须是词语吧？这边就不能是那种自己组的什么东西。下午我就差点搞出一个烟曲家。这个太难了。好，看啊，这是三个字母 ，Y W J。YWJ 顺序是就是这个，对，顺序是 YWJ， 这个顺序固定了，估计想不起来。哎，现在四个字里面只要包含三个就可以了。顺序固定了是吗？对，顺序固定。好，现在是双数组开始。要文角啊？要文角？什么词？都什么词？叶文就。叶文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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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叶文角，那叶文角，好，到我们，不是我们到你们，要挖机，要挖，没有到这边这边啊，你提前帮我们想那个是吧？想对，不那不行，还是让我们下一个，还是单数抢，养挖机，
哎呀，哦，霸总路线啊，到你们。要挖机吗？我们刚要挖机，要挖机说了。啊，行，那就再回来。挖掘，要挖掘，挖掘机，要挖掘，要挖掘，要挖掘。Yeah. 哎，是不是可以这样啊？什么东西啊，兄弟？把 W 反过来可不可以啊？我们有人这么有 M 吗？没有。这么笃定吗？哦，是 W。对啊，是 W 啊，不是 M，啊，一直是 W。哪有 M 啊？你反过来不就 M 了吗？看这个。快点，啊，输了。你们到九十一八，你怎么能到这快了？输了，输了。五四三，一万脚。一万脚，一万只脚，一万脚，不要脚了吗？那是一千块。能给个名词出来吗？全是组出来的词。一万脚，一万脚也算吗？十万算到你们了。一万脚，亿万脚，天哪！六，能不能换一个？亿万脚可以，亿万脚，亿万脚啊！但一万脚都可以，亿万脚当然可以啊。再回来一挖脚，哦，一挖脚。我们说一挖脚，我们不要脚了，好不好？结尾不要说脚了，只会这只会说脚。到谁了？到我们了。到我们了。其实不是我们，到你们了。燕尾群。燕尾群可以，那个群是个群，它是个群，哪有燕尾群？人家说的燕尾群吗？是谁说的燕尾群？没什么问题啊。燕尾群，南方人什么燕尾群？燕尾群。燕尾军什么意思？燕尾军，燕尾军，燕尾军，怎么会有燕尾群呢？燕尾军，他就说燕尾军啊。燕尾群是不是光光已经被调进去了？到谁了？燕尾群有他们群，其实还是燕尾军不行。燕尾军，燕尾军。一碗酒，赶紧！好，一碗酒，一碗酒，这是这个。哎呦，这个，我们的水平已经到一碗酒都要震撼的程度了。一碗酒，他有水平吗？这个有水平。十，一万句。九，哦，我终于有一个正常水平，终于有一个词出来，终于大了，大了，大了，哇，终于有一个正常的，不愧是磊磊，终于有一个正常的小学水平了出来了，哇，一万句，一万句，哦。哇，答出来要受惩罚的，绝了！一问句，九，我咋没想到呢？八，七，你不参与一下吗？六，羡慕五，四，阎王家，阎王开的，阎王家的就是阎王。一好，那就这对受惩罚了，不是一比一了呀？这个词儿，我们刚刚赢了呀，刚刚没有赢，刚刚其实平局。刚刚怎么算平局呢？我们这边说完，他们没有说呀。好的，那一比一吧，再来一本吧。好，决胜局，决胜局，四个词儿，行，四个字，这个直播间，行。那我们四个字了，要固定吗，兄弟？要固定吗？我觉得固定可以啊，可以。要固定吗？固定一句话，不固定结束不了。一句话还简单呢，固定一句话还简单。好，那顺来 ，CLX， 要不换一个？好难啊。你反正定吧，来吧，你定，随便定吧。我再打乱一下，他打乱了顺序，我再打乱一下。你怎么看？又打乱，能叫打乱吗？我打乱一下。那又是 C 的头上怎么办？你看，那就说明是是了，命中注定。C 什么 ？C X L H。C X L H。你往前放一放，你往前放一放吧，放吧。你要给观众展示一下，立起来，立起来。你放着没事，放着立起来，我们就很难抓住吧。C X L C X， 你这个是给我们看，也不是给人家看的，兄弟，人家也看不清啊。C X L H， 我们擦鞋乱换，擦鞋，行，可以啊，对呀，这都可以。你渴望我们说出什么成语吗？一定可以，我们就是这么有，不可能，真的。不可能，可能有这样的词儿，但我觉得我们不一定说得出来。谁能说出谁说出来，谁直接问鼎冠军，好吗？今天啊，我这个什么？谁说出成语，谁说出一个正常的词，谁直接问鼎冠军。可以，对不对？就小学水平的词就可以。吃下老虎，吃下老虎，再说一下可以吗？吃下老虎，哇，别说，可以可以，你已经有亚军了，天，有亚军现在。吃下，不是吃下老虎，我说说出一个正常的词儿，咱就获胜。吃下老虎，吃下鹿虎。这个有点难啊，这个不行不行，那个那是吃字头开了，这是 C 字头，什么 C H 对C H 是一个开头，对，
不能再对，啥意思 ？C H C H C H， 吃一吃，对对对对，那不行啊，那我还乐意哩乐恩扔呢。不是不是，那个吃就是 C H C 字头和狮子头是它是，不要不要不要增加难度，两个两个不一样的，这样都我刺瞎老虎行不行？刺瞎刺瞎老虎，赢了，刺瞎刺瞎。你没有刺杀，你是刺杀吧？刺杀，我以为是刺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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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我觉得 C X 都造不出来，我怎么一个都想不出来 ？C X 触犀慈禧很多的，慈禧换李，不行不行不行，别算了，历史人物咱还是别提了，又把那个 C 给放了，我知道了。慈祥老汉，我这可以，冠军冠军冠军，你们答不出来就赢了，答不出来就慈祥老汉等待挑战，慈祥老汉都能赢，你在说啥呢？就是你来一个，就是您来一个，不如那个刺杀老虎，慈祥老汉，慈祥老虎，这个明显听得更文化一点，对，慈祥老汉嘛，慈祥老汉，我们冠军了，本就不高的文化水平雪上加霜，冠军了，什么东西？这个吃西兰花。你那个吃西兰花，哇！哎，诗词别说，生活常用句，直接玩四。妈妈问你晚上吃什么？吃西兰花。怎么了？擦西兰花呀？西兰花，擦西兰花。成都，我们是采，我们是采西兰花，采西兰花，采西兰花，这个太难了，太难，很难很难。西兰花，快点想一个，我觉得慈祥老汉真可以，可以问鼎。我觉得刺杀老慈祥老汉还不如吃西兰花。刺杀老汉生活曾想轮换，这个观曾经想轮换的观众糟了，观众好像反应不太刺杀老汉，真想不出来了。刺杀老汉越来越离谱了，但是我们还能想出来吗？我们吃出来了，对，我们慈祥老汉了，我们慈祥老汉应对上我们很厉害了，我觉得真很厉害。来一个，看上去老汉，谁能说出一个就是那哦的那么一个，这个就获胜了。哦，这个直播就结束了。对。哎呀妈！赢了，我们赢了。我觉得吃西兰花赢了，应该是。西兰花，原来是吃西兰花，兄弟。采西哦，对啊，采西兰花。我们是采西兰花，采西兰花，吃西兰花，采西兰花，擦西兰花，采西兰花是吧？我已经绝了这个。我觉得没人能打败采西兰花的过程中刺瞎老虎，刺瞎老虎，异能，哪队再抢出来一个就赢了，成就抢来吧，那就突然死亡。姐，你打架开始，姐你打架 C X L H 看都能出啥，这局是单数赢了，肯定单数赢了。慈祥老汉的确是个词儿，搞不了。那什么？谁看得清啊？我都看不清。什么？看不见。什么？啊！敞胸露怀。我们这么没文化吗，兄弟？我讲的话是 C H 开头，还真有这样的词。这不是成语，出现猎人。那不行，在这个两周年，你们咋比我们还危险？你们我是画上圆满的句号。哇，这个输入法挺有文化的呀。出现，不行，那都是吃开头的吧？出现老虎。出现老汉老虎，出现老虎，一个慈祥老，一个出现了老虎，慈祥老汉刺杀老虎，出现老汉，差不多单数赢了吧？单数赢了吧？好，我这样吧，双数组要受惩罚，什么刘海？惩罚的那一堆那个什么盒子在哪儿？抽签吧，我记得是。来，哦，刘海儿，对啊，刘海儿，来，前面不知道咋说，这儿。贼开心，贼开心，擦下刘海。来，这是惩罚呀，这个是惩罚，抽一张吗？你们派一个代表抽一张，那我们就要最上面那张，最上面这张，贼开心，祝您贼开心，不都贼开心，都贼开心，哦对，都看那个被打的摔的挺重，摔挺重，吃西兰花可以，我觉得很厉害，还有炒西兰花，自己念一下吧，炒西兰花什么东西啊？嗜血，接下来的三分钟要为其他每位成员说的话进行捧哏。什么说很好，就是对，就是、对对对，进行什么捧哏，就是捧哏，捧哏，捧哏，就是站在面对观众左边，比如说哎，今天我吃饭哦，是吗？嚯，好家伙，吃的啥呀？这是哇塞，真的吗？哇塞，又真的吗？去你的吧，接他，这种。
觉得难也可以换，那就换吧，换一个。这些话要换吗？是呢，要换吗？你们换吧，换吧，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吧，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没有夹带私货，就是大家不需要，就不需要有这个惩罚，大家都挺平时也挺捧的，也挺捧的，挺捧的，挺捧的。抬轿子与轿夫，输的人作为轿夫给尊贵的赢家抬轿师。啥叫抬轿？怎么抬轿？我叫抬担架，抬担架，不是抬轿。谁抬谁啊？不要抬我，我是。那一定两个人啊，两个人抬轿，对啊，得两个人这么多，两个人这样，你们选一个，选一个人，我们抬我们的赵让，来赵让，赵让，哎，那成我好，同意，赵让，行吧，把脚放到地上，然后你们就是抬不起啊，咱们勇士抬你们，是不是？我们这样子，然后你，哎，我们输了，这两个怕是没得戏，空空里来，然后我给你抬一下，我以为阿鲁吧，那你听我，那抬人豪吧，可以，裤裙子。我也是，收起收起，上也上，是个词，来吧，继续来吧，都得抬，来，快快快，你小心了，都要抬，很差呀，抬啊，不是你们不得尊低一点，现在抬啊，叫磊来了，叫磊，叫磊了，进去吗？穿裙子有点，你坐着吧，坐着，就是你，你左脚在那儿，右脚牵着坐上呢，牵个裙子，牵着坐，好贴地，裙子掀起来。你这样不漏档吗？你这样不漏档了吗？是有这么个办法。你们慢慢的起啊，别一瞬间。不要对。哎，别一瞬间起。三二一，哎呀！绕场一周，九，绕场一周，绕场一周，走一圈，走一圈。六，开心吗？赵让，这是我们最新款的，最新款的，最新款的管家啊！不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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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哥哥，不累。好，下来啊！神经病，辛苦了啊！哎呀，累了。好，下一个环节，下一个环节是吧？还有什么游戏？第二个环节呢，叫变装版舞蹈练习室。什么？什么？那佳佳得，我就觉得这个大家就在针对我，得坐在这。那要不然下一个？刚才也说到了啊，大家有想下一个的意愿吗？有想玩变装版舞蹈游戏的朋友们吗？有吗？啊，鸦雀无声。二真的下那下一个了我。喂，可以下一个了我。下一个了我。可以下一个。不是游戏吗？都是。好，那就下一个。你看你们那个思维。现在呢是一个中场，休息了。中场休息环节，评论互动，大家可以自由的看看弹幕。然后呢，大家觉得什么太热的呀，服装不方便的呀，可以换衣服。可以跟观众打个招呼后，再让你请示一下。哎，我要去换衣服了。可以 ，OK， 我想去上个卫生间，可以吗？然后呢，刚刚说了，我们游戏获胜的队伍可以获得一些小零食、小饮料。哦，管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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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管家，管家为什么跑？扣工资，扣工资啊！这管家怎么回事？别管，管家管不住家了。我要跟那个贝贝，我要跟那个贝贝，阿爸阿爸，来吧，管家，哎呀管家，哎呀，下一关你就把那个拿走吧，你就对，你就拿着吧，来啤酒啤酒饮料，快来来，啤酒饮料，这得需要吗？这好，这个不要吧，这个，我个叶子，娃娃，吃啥不吃啥。这个没有吸管吗？有没有啤酒饮料？我吃个这个，哎呀，这个老好吃了，兄弟们，不吃啊！啤酒饮料，鲨鱼辣椒，这可以，就贴了个记名。我也想要那个，我要管家，管家，我要一个粉色的那个果冻。他们说就贴了 logo， 这又有我觉得也没贴 logo。谢谢，谢谢您。这 logo 跟你穿的一模一样。哎，这个有吸管的，咪咪。哎，那我们吃这个，哦这个、它咪咪粉收入可能嘎啦嘎啦的。真不可以上卫生间吗？可以啊，当然可以。我说了，你跟观众请示一下，放个评论。嗨，我要去洗手间，看看大家说什么呢？说一下，怎么那么他们不让？他们说了，那我推走了。请示的时候，因为他不是有延迟吗？他们像那个啤酒饮料、矿泉水，全部都一样。他们这个评论都一模一样，评论一模一样，看什么呀？刷的吧，他们是。对，刷的吧。别吧，这都要刷吗？不会吧，不会。能不能换个评论？好，洛洛说话不要钱。啊！哎，你别，你放这儿，不是我给你全挡了。兄弟们，哎 ，Wing 吗？放这不全给你打，在麦啊，没事。好，别让我推回去。这是哪个弹幕啊？不知道。下雨了，下雨了。益生菌。啊哈！请大家不要放屁。不辣。祝我高考顺利，铁子们。吃一个。我不吃，我不吃。不辣。吃零食是。不辣。不辣，不辣，不辣。
能擦掉一点不？我感觉不辣，打得太重了。真不辣。走了吗？我感觉这个难落下。我这边没接，我刚一直那边喝的。没事。你觉得辣不辣？因为手打太累了。嗯，不辣，而且一直打的话，啊、一直打会很麻烦。那吸血鬼，吸血鬼，哎，吸血鬼，那你笑，吸血鬼，有没有不辣的东西？有个人说我要陪你熬夜，你要不辣？谁陪你熬夜？我要不辣的，你要不辣？你帮我拿吸管呗。不，不辣，那个辣，哪有吸管？这有没得吸管？有没得？有没得吸管？吗？这个是五，没得，切了，有没有 rice？夸张啊，很夸张，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在干嘛，非常有人要吸管吗？吃起来了就，好好吃啊这个，不敢，闻闻，不辣，现在就，辣，就差一，哎呀，一个电影了，说吧，我不吃，上次他们两周年干干啥？上次没有两周年，兄弟，上次一般两周年就一次，上次一周年你都忘记了吗？你都忘记了我们一周年干的事情了吗？真的，我只记得露露做蛋糕，我也不记得了，别的事我啥都不记得了。还有，我记得我们的，我记得我们在床上当时录了个视频，啊，果冻那个，果冻开始之前，对，哎，当时玩啥游戏的？我，对，啊，对对对，抹脸抹蛋糕，疯狂跑在那个地方，不是有一个什么游戏，疯狂追野哥可爱极了，一抹蛋糕就跑，对呀。就说哎，我不能磨野哥，他们那玩啥游戏？你疯狂追杀我，有一个什么？你疯狂追杀我的？我不说，我就是我都被追到门外去了，啥游戏？我都被追到电梯口。没有，现在他不是游戏，就是抹蛋糕，是吧？可以抹蛋糕。哎，好像还有一个，可以，忘了是谁发起的抹蛋糕。好，那可以往下。那个各位有想换回自己衣服可以换啊，好玩啊。那个，然后那个，欢迎小十二们，就是给我们发两周年的祝福，观看直播后的观后感，提出问题，提出惩罚建议等等都可以，多多发弹幕给我们，我们会有工作人员采纳你们的意见。对，我看到你了。蒙眼互打，红配玩这个游戏啊？蒙眼互打，那我们戴上眼罩，继续吧。好嘞，那我们第二个，玩挨打的游戏，继续。好。来，现在呢有一个非常珍贵的环节，就是可以换队友。你们要觉得有什么队友就是拖累自己的，就是可以现在换到对面。不辣。导演组，要我是你队，我就把你换到对面。导演组本来设定这个是我们要开始吵架了，是不是？就看看第一个走出来是谁啊？对啊，设定要吵架，因为我们就是有分队环节。然后那好的，分嘛。很显然是不换嘛。好了，不换。然后呢，这个第二轮的游戏呢叫蒙眼互打 ，A K A 你们叫什么 ？A K A 之前玩的那个拿个棒子打那个。你管他叫啥？空气斩，空气斩，空气斩，蒙眼互打 ，AKA 空气斩。规则呢，就是戴上眼罩，原地转圈，十圈之后呢，寻找对手并打到胜利为止。戴上眼罩，蒙眼打。好，眼罩已经拿在手上。我玩类似的游戏，直接跪倒了。好，来吧。那么是这样的，分三轮。这个那么，第一轮是一对一，第二轮是二对二。哇，这个辣条有点强了。第三轮是三对三是吗？哇，这个怎么打都打不到，分两轮太长了，对，分三轮，分三轮。那么，这个、田忌赛马，我们先那么用力的吗？这个，哦呦，应该还行，但是应该不疼。不是，那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用力的对队友吗？试试，你试试，这个有点疼，这个干在身上。这个是实心的碰到呀。哎呦，这个有点接近实心的呀、哦。有点狠啊，这个。有点狠啊。多大仇啊？你们准备这个？别上。然后那个就是我有个建议，大家就是不参与游戏的可以站在两边护一下。我们上表演课就哎，万一这一下子给那摄影老师给打着了，旁边都是护着的。来吧，那就来吧，田忌赛马，双两队各派出一个人。你们先派，你们先派，我们派出蕾蕾，第一轮，出去试个水，小牛蛙，吸血鬼，我们看我们要有什么对应啊？要不把你那个袍子，不拿那种吸血光什么玩意儿的？阳光丧尸吗？要不派丧尸打吸血鬼？我觉得吸血鬼打丧尸哦，丧尸上烂片之地，丧尸一听就是烂片。行，丧尸学校主题怎么有丧尸了？吸血鬼学校里面吸血鬼，大战校园，丧尸大战吸血鬼，应该是这个顺序。丧尸要丧尸理智，大作大作，来来来，我们来护一下。好，身体可以拍到现场了，丧尸啊！尽量不要打到摄影老师啊，别把那个镜头给打飞了。也别把那个，加油！别误伤。误
来拿个红的给我，不辣的。好，红的给我。哇，这姚辣的，姚真看起来像是已经被打完了。说这个，你少吃这个。是吧？无花果，已经被打了，要吃。多这个，这个一。高跟实心的，这个是又长又硬，不错。来来来，护一下，护一下这边，给我尝一尝。真的，要钻石一下，护一下呗。还钻石，先护一下，护一下你们。这小心不要打到两边那个猪肉，小心不要让队友碰到道具，等会儿三二一受伤，直接往回一蹦。吓我一跳！哇塞，先转圈，先转圈。不是，严琪，我觉得咱俩要挨打，我觉得咱俩是。我俩可以发出声音点。我们俩这哦，纯性游戏，听到声音就别打我了。别打，然后就一样，哦，在那边。你们两个拿个这个，哎，我们是。哎，给我们俩拿一个，围起来，对对，别来啊，别过来，最好别过来。我们俩颜色打反了，这个特好。我们俩又不是这个，我们俩是维护秩序的。来吧，转圈吧，我们继续管理者。来，我们来检查一下，戴好啊，原地转几圈。先不打，哎，先不打，先不打，还没开始呢啊。磊磊啊，磊磊应该是戴好了，可以了啊，戴好了啊。啊，不错，两个人应该都戴好了，都没反应啊。开始转圈，一圈，二，两圈，照理太慢了，三圈，四圈，五圈，六圈，10圈，兄弟一共。别说话，否则行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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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开始，行，好，实现了，实现了。哦，赵雷已经进入，不能说话，他知道。我姚晨，哇塞！哎，稍微轻一点，稍微轻一点。雨刮器啊，我是。转转，稍微轻一点，这样很疼。哦，没了呀？他应该不是打到就没吧？打到就没了，打到就没了。啊？打到就没了。你也太晕了，哇，姚老师，哎呀，太晕了，太晕了，哇，你太晕了，哎，输了，你也赢了，这把要不你今天伤太快了，不愧是白打出来的啊，也不是白打出来的啊，这太快了，我觉得击中三次吧，好猛，三次吧，击中三次吧，三次，对对对，好晕啊，哎，咱们不是规定个时间，一分钟之内，十圈我觉得有点多呀，哎，我们不多，我们按太快了，太快了。我们按一分钟打击数量来，就按一分钟吧。可以，就一分钟。那万一到时候教练你被摁了，就直接不能停的那种。教练蓄谋已久，我就这样打，早有仇了。数不过来呀，兄弟，太多了。那就打，要不就谁先就打到三次，打到三次结束。对，打到了就分开，然后打到三次就结束了。来吧，来吧，好，要是你得一分了，得一分了。来计时，一分钟啊，要转不？转了对呀，准备！哇塞，在你下面，赵雷，下面，小心，又要牢鸡毛，跳！我打的是到我，哎，稍微轻一点啊，速度控制一下。对，老痒着呢，你在那儿。哎我，这个东西叫什么？叫碳。姚晨，你怎么和偷东西的一样？你在那？姚哈姑娘干嘛？哇，离我的眼睛大概只有1厘米，我的天！你别踩到佳佳的脚了，哎呀，这个脸肿了，我好怕。哎呦，接近了，接近了。磊磊，你都要去上下老师那儿了，真的。不要怂，不要怂，听他的风声，听他的风声。哎呦，我的妈，有风声了，这一下差豁脸上了。我到底在哪儿啊？往那边点，你俩。哎，两分了，两分了，两分了，还有一个，2-1，2-1，加一个眼罩都被打到。戴上，等会儿，戴上自己装眼罩。等一下，等会儿，再给眼罩照脸。你作弊！再给眼罩，我听到你再给眼罩，我给你打。我转一下吧。转一下，可以，2-1了，2-1了。啊，好，姚晨来，哎，你撞我们吃什么呀？你现在好像讲相声的。好，第三轮开始。要不然推走点，推不了，他被踢。就别让他靠近那个身。哎呦！
了，二平了，不是三比二了呀，太难了。那个不算打到吧？他这个对，赵磊先击到，最后一下击打，最后一下谁先碰到对方就赢了。好，最后一下，来大家注意看一下，击打才算。加油！击打，加油！蓄力了，开始蓄力了，感知地板上。磊，我从这边看感觉赵磊跟我有仇，你知道吗？哎呀，来了，起范了。还知道？哎呦，我牛逼！哇，是高手过招啊！是高手啊！有电影那味儿了，《丧尸与吸血鬼之战》。哎呦，还差一点，还差一点，《丧尸大战吸血鬼》。再往前三步，哎呦，哎呀，你往那边去！哎，差一点，差一点，再来，前面就在前面。你这个前面还转弯呢 ？A O E， 不要干扰啊！阿尔法突袭，再来！哈哈哈哈哈！叫你在复盘，我打到什么了？我刚才打的，刚刚那个东西的质感应该是……哎，差一点哦！哇，听到听到听到！赵磊变位，赵磊听声辨位，赵磊往前去，赵磊后面是蝙蝠无辜的人，蝙蝠感知，赵磊已经有点锁定姚晨的方位了。把你的手举起来，把你手举起来！我姚晨就有点帅了，我动不了。姚晨真的像太炸了，宣布，你得站中间。我这里是两边，站中间，你得站中间，要站中间，你得站中间。获胜者是丧尸，丧尸，太炸了！永远的神，太强了，太强了！那车轮的吗？还是太炸了！不是。然后就二对二，在这里打我往前打，对二一片混乱，太炸了！都得上嘛，一组五个人，他理论上是都得上，对，那就是得上了。那就下次是下一组派两个人，两个两个上，对，两个上。那不是那个场地太那个容易，两个三个，然后一个，还是一个吧，一个，要打好久的，要好久。两个呗，但是两个乱打呗，就怕打，没事就乱打。场地比较小，他这个两个就一共五长了，得截一半我感觉。无论谁总共没接到五次。来，明谦，你两个拿一个眼。秩序管理者，你怎么直接挑战我？不是，我是咱俩秩序管理者。米博。不行，咱俩一起上，你俩一起上，我俩一起上。对你俩这个配套，配套了呢？怎么配套的呢？什么？水手对管家，咱俩是秩序管理者还上？是上了。你们把那个颜色给换啊，你们两个。对，红色跟红色，蓝色跟蓝色。不是，那万一我们自己打的队友怎么办？你俩换有啥意义？你俩换有啥意义吗？你俩换，我就没明白，我就。你俩换有啥意义吗？啥意思？对了。是我有问题吗？来吧，两万两万，哎，不对啊，你们这样打到自己人咋办？对，打到自己人怎么办？打到自己人不算，打到自己人不算，就白打。总共还自己商量战术吧，要不这样，就一v一了，这样商量战术吧，好不好？就自己商量战术，然后咋战术啊？咋战术？我也不知道。我背着你。不，你们干脆击剑得了，就是字面意思上击剑，就是拿那个有什么用啊？打到任何人都算打到了，别戴眼罩，要蒙击剑嘛。就是你最低姿态，没什么用，就是让人先碰到。行，你这个战术我觉得靠谱，是吧？嗯。哎，手牵。是不？你在干嘛？你在那？不是打到自己人，打到自己人怎么了？对啊，打自己人。我跟你讲了，打到自己人怎么了？打到自己人。不是说你在这儿头先打五分钟，就发出打得开心就好。往那边走，往这边。好，准备好了，眼罩呢？来，怎么样？我这还有一个，眼罩有吗？眼罩啊，会不会别人的眼妆颜色，然后就画到自己上面？比如赵的，先摸是吧？来，你找，我们也得戴一样的眼罩。这个，你上哪儿摸去？来吧，来，不管了，来个秩序管理者，管家，秩序管理，这儿，给我扔一瓶底下那个蓝色的那个奶，还不扔。这个有点影响活动，你可以哎呦不行，撩一撩。哎呦 ，OK， 看不见。是谁？哎呀，石头，你这样子上去了，秩序管理者，秩序管理者，真看不见，太热了，有点热了，换衣解带了。这个，哎呦，这干嘛？看不见。OK， 准备好，我先练一下出击。要转圈了吗？开始吗？还没开始，准备好啊！哦，有事吗？
慢点啊，慢点，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轻。好的，好的，好的。哇塞，我有点害怕了，突然我有点怕了，转不转？别吓我！好，来，各就各位，转十圈吗？后来点，往那边转十圈，往那边点。来，三二一，开始。往那边点。我哎呦，他这个我感觉。二三，不行，我得离前方远点。哇，这个转起来有点不行啊，兄弟们！完了，我找不到地方了。好，赵章到了，九，夏之光也到了，小丹也到了，张元熙还没到，随时开始转完，随时开始。五，是不是转完想什么？现在已经直接有人，好，开始，现在已经直接有人跪拜了。等一下，等一下，两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还没换，还在转，转到没了。哎。结束了，结束了，游戏结束了啊！被发现了，游戏结束啊！有点快，有点快。张元齐，你要砸场子啊！哦，谁给我一顿打？你自己给谁堆一顿打？你这不，哎，谁打的我呀？不是太晕了，哎，要回放赶紧。不是太晕了，我还没缓过来呢。你们两个互殴。等一下，等一下，你们快点，你们快看回放，快看回放，快看回放，看张元齐。张元齐没开始啊？张元齐，马上开始了。什么玩意？你看这俩，这个水手跟管家啊，真的是，哇，结果打跑了，我刚才被打的，就是这样，我们一顿暴打，让张一开始打背后，你们打被谁暴打的呢？你们张后面张让给你来了一下，张一被打懵了，好残忍的，我闭着眼睛就感觉梆梆梆一直在打，下一对。来，这一局我们一比一啊，小比分。现在最后一局是决胜局，最后一局了。大家每次到来这种有节目效果的东西，来吧。太恐怖！这个老地主来了，我得把衣服穿上。上啊！这个太灵巧一点。单组用你的灵巧战胜。下一组和平一点。野哥冲了！答应我和平一点好吗？老大哥，上快点，干嘛呢？他们人不够了。两个人快上！哎，怎么不够？够啊，露露，怎么不够？刚好，露露，刚好，露露，快继续！Let's go, let's go！ 哎呀，我天啊！回波乐 ，Let's go！ 这个水手船长一般这种都很厉害啊！你给我那个，是我发现了。小台为什么卡在那儿了？我这个还是挺那啥的，还那么憨。哎呦，他在看回放，别这样。咋了？洛洛把自己给打了。洛洛，没事吧？没事没事。需要缓一种，缓一会儿的那种，没事吗？不是，我建议你们转慢一点。真的，没事没事。好了吗？我到最后都没缓过来。来，豪哥还没戴上。谁是裁判？闭着眼睛，我感觉就缓不过来。裁判，我一直在。对。稍等一下，队友还没就位。边，你要不戴上？睁开才能。到一下位置。啊，我没睁开就。你看，一直在往一边偏。我跟野哥是吗？野哥，好了，好来，等一下，我要各就各位，大家准备好转圈了啊！你队友在这儿，这你队友，好，磨到了，准备好了吗？知道了，大概距离我知道了。转圈开始，几圈？十圈，乱了，十圈。把那个，你们把空气收下键，把键往上，五，竖起来，六，七，野哥像个扫地机器人，九，十，哎呦，等一下。做一个够武侠的手势。哎，好的，豪哥打到机器了。哦，乾坤大挪移，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两个大哟。三大一停！
真的，你们都不是，你俩都在打队友啊！你们俩，你抱着你，我说我啊，他打了一个东西，中间有个十个三个人摁着了。我想着那一个猛的一个，可以吗？那还有一个，太猛了，就是还有一个，哇塞，没有哥，他在后面打洛洛，然后在后面打你。我也都可以啊，醉拳。好的呀，平心而论，谁赢了？你的脑醉拳出来了，回放来了。太猛了，太回放。野哥，看野哥，看野哥，你看你打落了。主要他们好坏啊，那边单数的，说后面先后先后，然后野哥就开始打了。野哥，野哥，野哥，使了劲。这边开始打落了，还没开始。这好在干啥呢？找不到地方，我找不到人。好，三个人打落了。最后我终于找到一个人，发现打错了。要开始全员打落落了。对，打落落来了。卑微。卑微的船长，怎么样？我怎么全在打他呀？动作我都帮你想好了。你在干嘛？到时候三个棍子劈一个那个生活，中间是我。行、啊，那大家说谁赢了吗？我被打了，被打了呢。真被打了，那真被打了。我觉得，觉得谁赢了？谁赢了？谁赢了？大家说一下谁赢了？觉得？哎，我们这个还是有惩罚的吗？有啊。我们刚刚一比一了，是吗？刚刚那个惩罚是什么、啊？现在刚最后一轮，惩罚是开花椒。这一轮你们一直在摆，你们来个惩罚呗。为什么呀？因为刚刚我们输了呀。那挺累啊，这玩意儿。是这个道理。挺累，挺累。像我是觉得，三个人都能打落一个人，落了代表双数队，所以应该是落了输。对。对呀、啊。对对。对是的，裁判说的对，第一局我们赢了。对，裁判说我们赢了。现在这样好像没什么游戏体验，因为我们三个人打洛洛一个人啊。对，没有啊，然后打你了啊，然后还打你了，也有打我没用啊，他打我不伤害我呀，对不对？无伤的队友，他说的有道理，有道理啊，那就你们再有道理、啊、抽一个，再抽一个，不，那就他们派出来抽中我赚了，我差点抽。我也是，赚懵了，行，一半，那就派他们组出来抽中嘛，跳中，输了的跳中嘛。哎呀，那太不错了，把单数的那个 part 给野哥吧，想看留下来或者不唱出来，不要唱，看野哥跳中，啊，跳中这块上面跳什么什么的。来吧，单数的，来吧，要不要双数的？来吧，输了的，你是急了。妈，输了的来跳纵吧，来吧，来吧 ，BGM 放起来。你们输了 ，BGM music。你们输了，我们不是群殴了吗？给你们，你都给洛洛，你跟我们一起群殴他。洛洛是你们队的，来吧。上吧，五单。来嘛，音乐放起来嘛，音乐放起来就行了。放起来，大家就会跳跳。你的换换，你的快点啊，你们五个起立起立，来来你们仨别光坐着看着，我等副歌野哥你干嘛呀、啊、野哥别卖卖场呀、啊、到哪了我等副歌来来吧快快开始吧好像我的看啊今天这个舞台的服装你看专业故事即将反转冲在心里隔壁就日风翻天覆地和嗖嗖又平常好了吗？好了吗？喂。OK。六七。梦境好似灯塔。OK OK。过了。不错。哎，可以。哎。好。交上了啊！报装备了啊！报装备了。装备回收。好，下一个环节。可以下去别麦，主播。可以下来别麦。可以别麦。
太热了。好，那么这一场又是我们他们组获胜了。啊？要等卧底？要等一下。没事没事。谁是？他应该知道。谁是？要等一下。谁是卧底食物版？好，那我直接来吧。就是下一个游戏叫《谁是卧底食物版》。没错。规则呢，就是一组一组信息吸入，放哪儿啊？另一组呢，猜测其中谁是卧底。我一直在卡着。他就是假设啊，比如说这五个三明治里边。可能里边有一份味道跟其他四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就让别人猜这五个里边谁是不一样的那一个，然后敲重点。我问了导演组，我说那这种会不会有什么不能吃的呀，或者什么特别难以接受的东西？他说放心，你们的经纪人都帮你们审过了，所以今天如果有任何出格的事情，那就是我就想知道他们是看着审的还是亲自吃了，就是这样子。我们有个那个啊，可以，好，那么谁吃呢？都得吃，有两组吧，应该。就是，现在看上去是美味诱人可口的三明治，然后你们两队石头剪刀布，赢了的选择这轮上或者不上。就美呀、啊，随便五个人嘛。啊，就没有了。对，看谁先来，哪一组先来当、那个。来，石头剪刀布。太危险了。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女仆。来啊！什么？石头剪刀布。吃东西。哎呀，你们要上还是不上？上不上？啥意思啊？没听明白。你们这轮吃还是不吃？先不上。就是两轮盘都要吃是吧？对。那都上吧，一块吃了吧。好，反正也感觉这个应该还不会有很奇怪的东西。那就这样，我们每个人拿一个盘子，每个人拿一个盘子。我们五个人是吧？啊 ，hold on， 团队可以商量怎么演，意思是不是是让我们来猜？对。你们来哦，就是猜谁吃了谁没吃是吧？哦，那你们你们来猜你们里谁的谁是？哎哎，那我觉得就是他们组一个一个人去吃，对，一个人吃吧，一个人，你们一起吃我们看不过来啊，都全吃完吗？对，但是在我们能看得见你们吃的，yes， 对你测一下嘛，让机位稍微测一点，我们也看到你，然后猜每个人吃完做一个 reaction， 然后呢就是让我们猜谁是那个东西不一样的那个。啊，不一样的，就是味道不一样的。对，五份里边就是你们要装出自己吃的跟同伴是一样的。就假设啊，里边五份四份都是正常的，有一份是芥末。哦，明白，可能啊，但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不一定是芥末。芥末仅仅一点，可以。对，就是白醋汁喝，我们也不知道这里边哪个是文化学馆，这行我们是不知道的。就我们也你们也不知道哪个有，但可能吃到怪味的那个人他能发现。吃的人坐在这儿吃啊，也不一定是怪味儿，好，稍微吃吧，斜一点。磊磊，给我们看。磊磊先吃，就朝这儿嘛，就人朝这边。对，就摄影机，来，赵磊了。哇，我这还得摘牙套。开始，机器加我们。不用不用，你就坐在这这么吃就好了。得记住自己是哪盘啊？就全部吃完。哦，哎呦，不愧是米呀米呀，我觉得应该不是赵磊，米呀米呀，他一口能吃完，那说明肯定没什么味道。不一定里面是怪味，有可能比如两个是苹果味，一个是草莓味。哦，那不会不会啊，只有一个是不一样的。我就是说，可能其他是苹果味，一个是草莓。不会。我问一下，赵磊，你在里面吃到了几种食物啊？不，我觉得我们得来告诉他。问啊，不就是演？哪有提问这种不行？提一个吧，可以提问吗？可以提问。你用一个季节来描述你吃的。磊磊，记住是哪盘是你吃的？没明白这个游戏的意思。我们记住。算了，后面的人也会模仿你。哎，不对，这个应该一起吃。没事，一个来，不然反正我大概知道了。我原来没明白这个意思，就是所有你就吃，你吃就完事了，你不需要那么明白。张磊就吃，您只管张口，只管下肚，只管伸手，只管张口，就是一个三明治。好，我也看出来了。下一位，野哥吃饭没掉，我觉得野哥有可能吃了。哎，饮料啊，这是什么？饮料更可怕。快看。视觉系吃法来一个，视觉系吃法，野哥来个视觉系。哎呦，野哥这个应该不太对，哎、表情有点难受了，开始演起来了，演起来了，开始走。野哥收一收啊，收一收。野哥有点假了，这真不行，野哥这真不行。对不对？哦，对，还可以啊。野哥有点野，野哥提问吗？你们提问吗？还不提不提，下一个。嗯，不值，不值一提。我觉得小宅多办事了，怎么可能记住自己吃的哪一盘啊？他那个没有掀开过，他那个就是很你都不怕里面有别的东西吗？有是蟑螂，别的东西是蟑螂，有个扳手。哎呀演起来了，哎呀，演起来了。他这就是啊，你得咽下去，得咽下去，咽完都看不见。你就不怕里面藏了个电锯？
就一口就往今天审过了，十五厘米有边距可以吗？可以可以。弟弟们可以接受，十把没那么多细节。他那个有颗菜香在外面的，他那个有点不一样。香菜，盘底见面。哇，你真的有个菜香在外面，所以是香菜。什么？哦呦，里边镜头没看到，光光，角度错了，对对对，这样过，照顾一下机位，看他脖子红不红，还有憋的不憋，他憋气的呢，憋气的可以，哎呦，可能是芥末，他这真的，我觉得真的，哎呦呦，他这个有点太像了，你这个，你这个演技，你们是 C， 你们是滚滚滚滚滚滚，我觉得绝对不是光光这个，哎呦，这个戏，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镜头拍到外面，我觉得不像。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不会。哦，但是都流泪了，我的天！光哥太好吃了，哎，爸，我发现了一个，你也发现了是吧？我们猜错是什么？哎，光哥，大团中演的时候，哇，如果这个是演的话，我觉得欠他个小金人儿，真的。他假的，他假的。野哥说看着他把水涂在脸上了。好队友，好队友啊，野哥！哎呀，哎呀，我跟我跟。我跟洛洛看光光拿着水的，下一个真尽力了，真尽力了，一个下一个，演的还出了一个，不是真的，但演的贼好，前面你不应该去加，对，前面演的真挺好的，然后你给人拆穿了，你还是没有，我俩一起看，他们真没演的，来，陆骁来一个，他们真没演的，陆骁，这可以，这真没有，这真没有。哎呦，说不定是演的，这真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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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眼泪就往外面流，真没算，太诚实了，这个没，等一下，等一下，哎呦，有点难猜，但我感觉是野哥的，我说实话，其实吧，我觉得，你们觉得呢？你们一人一个答案，不是你拍到了，我给你一个答案。就我们要猜有谁猜是不一样的是吧？虽然我是一个公立的，啊，那咱们会不会是他可能是借的酒？对啊，借主要是借着轮，借着那个可能他真的有东西那个劲儿，然后又表演发挥了一下，嗯，让我们误导我们是吧？我是中立的啊，我是中立。你看，我觉得夏光肯定不是。我觉得相关也不是，但也不一定，气急败坏，他可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了一段更猛的。对，我觉得洛洛通过添加一点泪水，我觉得野哥有点，野哥刚才那个洛洛那个要难吃，不会嚼到现在还在嚼，嗯，还在舔呢。我觉得赵磊应该不是，赵磊如果吃到怪味，他会很兴奋。我选野哥，他也很期待，兴奋。我觉得野哥有，野哥是有点真实。对，野哥，我选野哥。我觉得野哥有点难以下咽了。野哥是野哥，我选了野哥吗？我投野哥。对，野哥揭穿阿光就是因为他心想我一致投刘野，我们投刘野，刘野是哪个？刘野，刘野吃的哪盘？刘野自己去揭晓。哇，刘野换了一盘，不是那个，是那个，不，那是小宅吃的。这个是我吃的，我是这个。没有，你吃的就是右边的那个。我是这个。我说小宅，我自己吃的啥我不知道吗？野哥不是，野哥吃的。我吃的这个对不对？老师们给。求求了，别这样！真有，我是卧底呀、啊！这是我吃的，你们各自说一下自己吃到的什么不行吗？只有一个这个没有的，有一个这个空白是那是小宅，我的这是我吃的，那小宅吃啊。其他上面写的什么呀？那是我吃的，其他都是美味三明治和其他的三个都有东西，就我吃蒜味三明治，美味三明治和蒜。我里面啥都没有啊！是不是因为你今天吃了大蒜，所以你觉得大蒜比较没有敏感度？对。因为你自己吃蒜了，哥们。下午吃麻辣烫，哪个是对的呀？就是蒜味三明治是最不一样的那个。但是哎，那为什么这个没有？这个底下什么都没有。没有的是空白。它应该是空白。你那个应该是蒜味三明治。你这个多一个。然后因为你晚餐吃的大蒜，别的是美味三明治，你那个是一般的三明治。但是所以谁吃的蒜？那按理说，导演主任，我们自己找谁吃的蒜味？我是卧底，应该是。那你是卧底？你吃的蒜吗？因为我的是蒜味三明治，他的是空白，然后其他。那为啥还有一个是空的呀？那白板没事没事，谁吃了？野哥，你感觉到蒜味了吗？那个应该是白板，一股大酱味了。大酱味，哎，对了，就反正大酱味，我们猜对了呗，猜对了，猜对了。哦，好，我们要接受惩罚是吧？不是蒜味的，还有一轮，看我们看你们能不能猜对了。对对，哇，为什么我们是喝的？不是道具，黑蒜，黑蒜，哇，真的是黑蒜，黑蒜，真
真是黑蒜。我只吃过黑凤来，不是喝的更可怕呀，黑蒜。哎呀，不想玩。不是喝的更可怕呀。完了完了完了，老铁。老铁，黑色的吧？不会是？从颜色开始不对。不会是黑色的吧？我吐了。黑蒜，什么东西？让把那个垫子就放这边。放这边。放这边。咱们应该先玩。应该是咱们应该先撒一点灰进去是吧？哎呀，可乐和苏打，咱们喝的时候别让他们看到杯底啊。对对对，别让他们看到杯底。讨论一下战术，来吧。比如说一会儿都做什么反应？一会儿底下贴着卧底你。哎，我这个好喝。哦，对啊，你要挡住一下杯底。谁先来啊？来，咱们要这个郝总先吗？你们要讨论一下，就是每个人，比如说，我们都喝完都。哎，现在喝一个干，做一个小学数学题。随缘，我觉得我们有那个默契。我也觉得谁先上嘛，谁直接第一个来。你们先。最后一个上的人和第一个上的人喝到怪味饮料的概率是一样的吗？拿那个呗。哎，我们全部学赵让当时抽的那个表情。我觉得这个不用喝完吧，这个来一口就行了。都可以，这个不用一口喝，得喝完，不一口喝完怎么办？万一兄弟，万一是，不是，万一是醋的话，一口喝完，确实，我们都一口吃完，对吧？哦哟，一口一定要在另外一杯里面，我一口喝完，不是黑色的，无非就是那个嘛，那个是哪个？就是要么是好喝的，要么是真的喝都喝不进去的那个嘛。对，那个喝完的话有点太痛苦了吧。那你板蓝根呢？应该不是，我觉得不是。哎呀，别猜了，赶紧喝。对啊，完了，猜不用去猜了，得喝完，我们都吃完的，对。不，这个可以自己决定，这可以自己决定，可以自己决定。这还是有点不一样吧？可以决定自己喝，或者是刚刚啊没有，可以决定喝完或者不喝。不是，刚刚任浩滴了一口进去，你这应该有两个味儿。你也两个，你记得你喝了哪杯啊？我最右边那杯。不记得，记一下自己喝了哪杯。啊，严姐，俩味儿。没事，喝呀，一口一口。等会儿头细好。一口喝一下啊。细好。你有眼啊？结果可能只有一个是好喝的。表演痕迹略重啊。都贼难喝，大家表情都很痛苦。你那个喂太假了，前面还行，喂太假了。还可以，还可以。太假。我这个还可以，没什么问题。下一个，小强，我先吧，我赶紧先选了。小强啊，好，你们应该可以放心喝了，兄弟，上吧。哎呦，被感染了。小强，你那珍珠项链，丧尸病毒，那个珍珠项链，我建议一口喝下去，兄弟，这个慢慢喝更痛苦，一般喝得慢的都有问题。招了，招上那个招上在喉咙，他那个喉咙抖了一下。你这个得细品啊，你这个是招上的喉结微微颤抖。黑茶，假的，这也是假的。来下一个，来下一个，你先，我真选不出来。一样，你给我个选择好吗？就不给你选是吧？对，别给我选择。哎，这啊，算了。妈呀！嘟嘟。杨老师，其实你可以直接两杯发起来。哎呦，好哎，我可太喜欢你了。记住自己喝哪杯啊？哎呀，哎呀，杨老师，哎呀，哎呀眉头紧了。哈哈别往我身上，你别包在嘴里啊，兄弟！咽下去，咽下去，咽下去，咽下去。你开始跳舞了，得吐了。这个，一二三。我以为你要吃呢，吃东西呢。我好怕你吐出来，没吐。也啊，最后一杯可能就是你了。不是我这个不，我这个你，我问你要吃，你给我这个。哎，我也来一个，这个感觉好好吃。我要吃，我要吃，馋了，馋了。真好吃，不辣，不辣。好。哦，没事。没事，还能走。有点晕，有点晕。哦，哇，到底是什么？好，开始你们精彩的复盘环节。你们先喝的哪个都记得。张延奇，姚琛，我喝的哪个？姚琛，不记得了。最中间的姚琛，你要。但我们自己说自己喝的刚就行了吗？这个这么明显。刚刚那轮他们几个人中，吃的盖盖味儿还是最真的。但姚晨不可能演的最真，因为他是冷盲。他如果演的话，一定会尴尬。但他刚刚没尴尬，辣的就是他。辣的，我看着上面喷火。他一定被动了，辣的。不要，赵让，不要。赵让太平淡了，赵让。
我觉得姚上有点平淡。再给楠楠点纸，给楠楠点纸。这样不就一直都很冷淡，不是很平淡吗？但是他有点过于平淡。多拿点，多拿点。是姚晨，要出那种夸张的姚晨气氛。我觉得肯定是姚晨。我觉得是张琪啊，张琪是肯定不是，不可能。张琪肯定不是，姚晨不吧？张琪可以排除。姚晨。张琪都吐了，还不是？姚晨就是你，姚晨。八个眼。姚晨。姚晨，马上快点，你们跑呗！张琪，一个答案。张琪都吐了，刚才。我也能吐。赶紧吗？来，姚晨。姚晨，你们答案是？不是姚晨，同意我。姚晨，姚晨，姚晨。随便吧。姚晨，我们已经输了。好，直接说我们喝的是什么嘛？来吧，好，挨个说吧。张让你喝的是？我好像无糖，无糖的。你也是快乐肥宅水。快乐肥宅水。我也是肥。快乐肥宅腿，快乐肥宅腿，快乐肥宅腿。肯定不是我了，你们错了，我是快乐肥宅水。我是张艺奇，肯定应该是郝总。您好，郝总是什么？是啥呀？盐。什么？盐水一杯。盐水。盐水。盐水。哇！那个底下面全是盐，一口气大口盐进去。盐水啊！那为什么是那个颜色的呢？他那个。也是无糖可乐，但是他把盐放在下面，然后很厚一层盐。哦，这个都能过，好狠啊！你们太狠了，离高血压怎么办？审过了吗？放盐，离谱离谱！磊磊猜对了，我差点呕出来。你一个上海人，你们是一个磊磊猜对了有什么用啊？你说的张艺奇，惩罚吧你们组，好了，又是你们受惩罚，来，又是你们受惩罚，没想到吧？哎呦，上海人惩罚什么？跳重，光光。贼有逻辑的双数惩罚，没想到可以抽签，没想到荣豪上来就给我们喝完了。你们要哪个？光光证明了你的演技不错，好兄弟，来，你们要抽哪个？抽贼开心，第几个？还是第一个？第一个？第一个吗？第一个是第一个。好，你好像变魔术的，第一个吗？第一个，好，好，最后一个，用屁股写出生日快乐，过去啊，我，要不你让屁股砸蛋糕算了。不能浪费，不能浪费。我这是快乐，有点难。八百 SE 还可以。生日快乐，偷写，一人写一个，偷写。怎么？就是扭屁股这样。我以为你就表现欲有什么？这不正在说。下一个吧，下一个红包吧。写八百 SE 可以，八百 SE 吧。有点难。欢迎。写的不好看还不行。来下个红包，下个红包里面。换一个吗？来下个红包，今天抽到我们满意为奖。哎呀，好的大爷们，真的是好的大爷，来，有没有？就那个吧，就那个，就这个了啊，就那个吧，不是就那个吧？那个抽，这样我们选一下吧。好吧，两个之中选一个吧。拿都拿过来了。啊，好好，这还是这个，念一下这个，念一下，还是拆开了。接受成员的挠痒痒十秒。哎，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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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那个，还是写吧，还是写吧，还是生日快乐，还是。来，每个人写个 R Y C 吧。R Y C， 一人写一个生日快乐 R Y C， 这太多了。什么？或者 R Y C， 生日快乐或 R Y C， 一共五个人嘛。最后一个写 R Y C 啊，前面一个人写一个生日快乐 R Y C， 来吧，要写连笔哦。来，露露，生日生。这是啊、哇，我这笔画有点多呀、哎！哎，不错，可以、啊。最后这一笔笔锋还挺有力的。可以啊，我喜欢那个下沉。下光下沉。我是日是吗？对，对那一勾勾，哎，有勾啊？日怎么有勾啊？有有勾，还有他那个数。对你这下得提，那是有提吗？提一下，你得提一下。你有笔锋啊？笔锋，笔锋，没有点有笔画吧？说啥呢？你们有日那一提有勾。日哪有勾啊？好，按你的说法写，按你的。咱们还是别讨论这个话题了。我觉得可以。毛笔字有，哎，还很清晰。倒插笔划着呢吗？快快，没有没有，快回放，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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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写的啥？这不行吧？快，可以可以，我看可以，看看乐乐乐乐乐一个乐，你那最上面那得乐一个，也可以用你的那种方法来一个视觉系的，真的视觉系不行不行，那不对了。没，你视觉一下，视觉一下，野哥，哎，看一下，现在最后来个炮，哎呦，好。哦，可以可以，有控制，这个像，有控制。R Y C R Y C 来个连笔啊，这来，上来，来个快速连笔，大叔好家伙，把袍子举起来啊！哎呦，完了！哎呀，哎呦，这有什么炸裂啊？三，
哎，好，他们可能早就料到了我们可能不太按照台本来，但是我们按照台本来了，是不是应该感谢我们呢？所以呢，接下来是一个我们自己的游戏环节，这个叫游戏盲盒，每一个里边都有曾经我们玩过的一个经典游戏，然后可以就是游戏盲盒里面装游戏，对，游戏盲盒字面意思，游戏盲盒，然后呢看看大家想要哪一个玩游戏，就是我也能参与，随便抽一个嘛，你来抽一个，你来抽嘛，你抽一个，你抽一个，我们当场就开始。好嘞，那块斗鸡什么？斗鸡，斗鸡，你刚哎，你还可以参与。哎呀，怎么拿这个撞？一直撞，你就没有攻击力啊？你可以移动，太残忍了。斗士，对视斗笑，斗士对笑，不好玩，不好玩，换。来，我来替大家抽一个，我这个必须抽的斗鸡，黄金球。哈哈哈哈哈！哇，说啥来啥，我是综艺之神吗？兄弟，哎呀，说啥来啥？斗鸡怎么办？斗鸡怎么办？换，什么意思吗？换，你别都放回去了，赶紧把盒都拆了。我就说了，导演组针对我，你们不信？好，就这个，抓鸭子，抓鸭子来吧，抓鸭子可以，来吧，抓啥都行，下面还行。我觉得，抓什么？大家说吧，这次。喂好，从那边带头的，先来一把抓鸭子，好吧？但是好，不要，不要这种经典，不需要经典，直接来个创新。第一把先抓，先抓子，不是鸭子，来，别创了，来，给的，怎么转？这样子，就还是轮流嘛，我的船，来了啊！不行，抓啥？抓啥？抓几只？抓十只？抓到了，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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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来嘎，抓鸭子，抓几只？二十只，没抓着。抓鸭子，抓几只？抓两只，抓到了。嘎，来，这鸭子吃的什么东西？重新来，重新来。啊？惩罚？惩罚吗？惩罚吗？这只是热身吗？不是试淘汰吗？淘汰吗？反正我们二淘汰抓黑是吧？抓兔了，我们淘汰制，可以淘汰制，不用淘汰。赢的那个人可以有一个，比如说找跟兄弟们有个，没必要，就是赢的那个人有个惩罚，就玩几轮就没关系。赢的那个有个惩罚，我马上输。来吧，哪个开始抓黑蒜？抓鸭子，抓黑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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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几只？抓十只，抓到了。你错了，你第十七了。哦，惩罚来，那继续惩罚，先惩罚，先上惩罚。吃那个黑蒜，黑蒜可以吗？黑蒜，真有啊！哎呀，黑蒜。这哪是黑的？你错了，你错了，吃黑蒜，吃黑蒜，惩罚吃黑蒜。是黑色，吃几个？还行，吃黑色还可以，吃几个？挺好，但确实挺好吃。真是黑蒜，黑蒜可以吃，可以挺好吃的。那个真挺好吃的，我必须，我最想吃一包，我必须得看一看，记录一下。志哥，你得先说好不好吃。哇，这个真的，真的是黑蒜，好吃吗？你得先说。没吃过吗？先说好吃，你得先夸奖他，你得先说好吃，然后再吃。你得先夸奖他，然后再吃。不是抽惩罚法吗？为什么先让我吃黑蒜？哎呀，知道，翟一祥，我吃黑蒜，你怎么不反对啊？赢的人不是抽惩罚吗？哎呀，来吧，来吧。翟一祥，我吃的时候，你要先向大家推荐一下它的好处啊，功效啊，对身体的好处。第一点，它很黑；第二点，它很小。它好吃吗？第三点，它吃完很让人亢奋。对，好不好吃？就是如果你疲劳了，就来一颗。对。不是你要说它，你要说它好吃。好吃啊，当然好吃，怎么会不好吃呢？开始，现在下单只需要6.9哦。吃，来一个，来一个，也没那么难。吃一点，不是要说不定还挺好吃的，要接上，快点，真的兄弟，说不定一整颗，接着直接塞进去，一口闷，直接一口闷。说我输，一口闷，吃一点。现在来我直播间只需要6.9哦。啊哈哈，不辣，感觉跟那个有点不一样。不辣，这个应该还是好吃的，这个应该是好吃那个。不辣，它那种是泡在里面的。再玩三轮，反正这个应该是好吃的，还可以。闻一下，还有三个人可以吃，黑蒜可以的。真的吗？
香甜，闻的还是甜的呀，甜的呀，东北的，不是，说实话，是东北的吗，不是，因为有一股那种蘑菇味儿，我是不太喜欢蘑菇味，但是说实话不是，没那么难吃，也不好吃，就还行，反正就是肯定不爱吃它，肯定是，哎，也没有缘，还行，没有缘，再来，来抓什么随便抓吧，还是抓什么吃什么。要不下一个游戏还是继续抓？抓什么？抓什么吃？抓什么吃？那抓小孩还要再抽一个盲盒吗？盲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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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了！来，这个还抽过吗？没有。就一张，非常笃定。我有你没有？我有你没有？这个没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换就没有震撼一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买盲盒一定要买一套，是不是？就没有那种非常震撼的。对。直接所有人都赶快玩的那种游戏吗？啥？跪姿推手。我就说了，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吗？哦，他不能跪。我是叶问，我是这样给你们推。来换，来折子男，然后我们就选吧。舞蹈复印机，你那个是谁呀？怎么可能？关三元，哎，这个好玩，这个好玩，喜欢喜欢。没爱过三元，这是游戏盲盒还是？哎呀，班长说当初你们直接说关三元就可以了。来吧，来吧，管他，从这边说，让那边来吧。啊，行，可以。逛什么呀？我你往这边来，往这边来，对，从这边说。我叫逛啥？都可以。你说逛逛什么人是吧？人好，三元逛什么呀？逛哪都行。我逛最基本的吧。好，太原里面有黑蒜，想往哪逛往哪逛。黑蒜算吗？可以杠吗？黑蒜不算吧。我节奏已经跟不上了，是在干嘛？来来，五六七，走。今天我们逛三元。哪有这话？没有你这个强，哪有这个强的？没有你这个前腰啊！人家是你他的开头，好，他爱怎么说怎么说。五六七走，逛三元，什么元 ？Rise 歌都有什么？什么东西 ？Rise 的歌都有什么 ？Word， 视角追光，炸裂，十二，霍小新 ，You，Zoom， 谁的变色？鸟，生而不息，荣耀战场。等会儿叫，谁鸟不属于 Rise 的歌？你质疑我吗？你是唱过唱过，没关系。没有，他说的是 Rise 的歌，是质疑我吗？唱过的歌 ，Rise 唱的歌有。他说 Rise 的歌不是 Rise 的歌，没关系。那继续吧，接下来。那 Rise 的歌也 Rise 唱过的歌吗？还是唱过的歌？那我们天天唱歌。我们在 KTV 里面那也算吗？也不能瞎质疑吧。十一个人上去唱的歌，演唱会吧，我们演唱会上演唱会表演过的舞台嘛。对，好来，朋友们，瞎质疑可以吗？不可以，质疑失败是不是得有吃黑蒜？黑蒜，这一把不算，这把不算，留做人留一线，算了，留一线，算了啊，算了，这一次先算了，黑蒜吧，再来啊，继续吗？啊，继续，哎呦，你重来嘛，重来吧，再重来，好，我刚才说，我上去有你的时间，换一个，一个输了一局就是定胜负。谁输了谁出来，就谁输了谁吃，反正三颗算嘛，吃完就算，三个人嘛，可以，三颗算，吃完吧，直接玩个蛋的嘛，一人吃三颗。我就喜欢你这个打赌精神，可以，你打赌你必可以吧？没有，没有意义吧？没有意义吧？来啊，没有意义，三个输了的人一个人吃，一个人吃三颗，有没有意义？其实是有意义，除了哥有意义，非常有意义，这个行为有意义，我觉得他是第一个说完过后马上卡到我了，我卡不来咋办？要让就基本上不用吃了，我跟你讲这个压力，他就绝对不会吃的，为啥？因为你是第一个，那万一说了个非常卡的。不是，那我们就说他说完那个圆必须自己要接一个才能往下。对啊，来。但他会想，比如说我来个拖拉机品牌有什么？他不能想很久，就一拍你卡我。这样。是他提问的时候他就想好了呀。抽你担心。谁开始吗？抽谁开始？四五，对，我们好严谨啊！我们玩个这个游戏怎么那么严谨啊？都不想吃，没有，都不想吃三个黑蒜，而且还得带皮。九十，哎，不是有十个。还得带皮吃，就照样开始吧，要不照样开始，来吧，逛什么园？你随便逛，来，慢点，先很慢。逛三园，购物园里有什么？长颈鹿、海豹、大象、猴子、犀牛、狮子、蚂蚁。对不起，算不了了，这样算不了了，行了，
对不起，对不起，来来对不起，再给一次机会，没有机会，真的不行，对不起，对不起，没有了，没有了，真的没有了，你真的没有了，对不起，起码得一个，起码一个，对不起，你吃一个，我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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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别以为我真不行，真的不行，我求了，我做，规则如此，兄弟，真是好兄弟，你要借这个商务，你商务都借了，你得带，商务都借了，人家又给你借了，我们光直播间的，对对对，没想到吧，光光，黑蒜给你续约了。再给他做一季，两倍的价格接不接？短带啊，黑色短带，黑色短带。黑色说上次光光推了我们的黑蒜，效果特别好，卖特别好。快，刚才那个直播间，尤其是那个蘑菇口味，价格给你打下来了，好不好？这个权益，这个权益要执行一下，这个真的没法算了啊，六块九，赚不了这个。尤其是那句口味像蘑菇一样，特别好。委屈的又谁在乎呢？挺好吃。我当时卖黑蒜19块的时候有人买吗？10块的时候有人买吗？就在6块钱的时候还是没人买，那我自己吃。来，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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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了，吃两个，还是活的黑蒜，活的，活的乱掉，新鲜的，新鲜的，我自己吃。哎，好吃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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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好吃，吃完了我咽下去了，我受不了，我就受不了，我受不了那味儿了。我跟你好，还有两个，最后一个人吃两个，吃两个。刚才那个叫真的吃光，换个游戏，换个游戏，换个圆，换个圆吧，换个圆吧，换个圆，换个游戏吗？你们那边开始，有点塞，等一会儿卡着是嗓子。不一定是你了，你就小宅开始呗。我是个机灵一点嘛，抢数字，传哎到传到，这个没法指，你要不好指，他不写，抢数字太可怕了，抢数字太可怕，抢数字太可怕，就没有来回的余地。抢数字起个名字，抢数字。哎，怪子经纪人里面都有谁？全部，全部，全部都给我浮出水面。什么报大名？报大名？报大名？是报大名还是报身份证号？身份证号后四位，可以可以。那还是逛园吧，来逛园吧，先由浅入深，慢慢的来。五六七，走。幼儿园里有什么？小朋友，板凳，人，黑板，老师，餐盘，气球，厕所，铅笔，食堂，凳子。哎，我质疑，质疑。板凳，我说板凳，我质疑，对，凳子，对，我质疑，质疑成功，质疑，质疑成功，算算算算，质疑成功，质疑，算算算，质疑成功，算算，不是，质疑成功，价值观没接上，价值观没接上，哎呦，质疑失败不？我们质疑成功，板凳和凳子，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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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疑失败，等一下，等一下，我说一个，质疑失败，好，质疑失败，等一下，等一下，我不那么公道的说一句。板凳可以是那个小板凳，凳子可以是那个大凳子。是，质疑失败，小凳子也有可能啊。价值观，光光根本不在乎，但没就左右，但没接上的人，但是没接上的人，你也要上吧？我觉得是这样的，上算，快上算。等一会儿，等会儿，那个直播间啥的，这个是不对的。直播间，然后黑色直播间抢的吧。他自己先抢，我的炮还没到吧？他说又续约了，他这下又续约了，没想到吧？可以给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自己抢，所以你得自己吃快点。没接上，价格太美丽了，价格太美丽了。家人们，没有家人，这个直播间得取个名字。家人们，快快，是不是得是吧？下次我，下次我，光哥，算你不是算太差，是价格实在太美丽了。光光，你质疑他。我没有，是他自己质疑的呀，对吧？他众所周知 ，Red 是个民族的男团，同意沙之光之的举手。哎，等会儿，那你们这不就有两个就两个，给大家水了。我刚才一个衣服看见了，同意沙之光吃的不举手。同意我下什么东西啊？同意下之光吃的不举手，什么东西、啊？来吃吧吃吧！同意下之光不吃的原地空翻，你快点！他先吃啊！你快点！为什么又是我、啊？就是你！哎呀，这把不算吧？不算，这把不算。不算不算不算，放走。明明现在开始不要质疑了，好吧好吧好吧，不要质疑了，不要质疑。扒开了不就得吃了？但是板凳是什么逻辑啊？板凳跟凳子真的是一个东西。那其实老师和人也是一个东西。我赞成。我刚才就想质疑了，我赞成了，是吧？我觉得还是不要做这个板凳。好了，禁止质疑，禁止质疑。啊，不要质疑了，大家良心一点啊。自己想的时候不要有。实在是太离谱了，好不好？对，太离谱了。就是太离谱了就可以质疑是吧？对，很离谱。除非同时有三个人同时质疑。质疑，质疑。可以。
那我们这有两个人自己假自己的就直接好了，现在开始了啊，开始来，输了的直接两颗，结束了。OK， 来，你说聚光还是漏的开始来了？不会是我？不会是我？怎么可能？来，聚光开始。是直播间里有什么？来，可以算，可以算。别直播间，别直播间，容易带到商品。圆周率里有什么？哇，三。什么玩意儿？圆周率？你这个有点太。点。圆周率就一个。那你要干啥？吃都有啊。对，都有啊。你这个有点太那个了。对啊。你还是不是一二二三四五八七十六？我说圆周率里面有宇宙的奥秘，算对，也算对吧？你要说这个，我们全圆周率里面有圆、有周、有率，对吧？当年的泪水有，那有一撇，有对啊。不要不要，你这个不还是来点正常的，兄弟。正常点，正常点。你小心点，别整活了，兄弟。上算吧，要不然。质疑他。小心，你到时候又续约。质疑光光出的题，不能什么果园。你要来点正常的东西。你要不就吃？你来点真实存在的圆，好不好？好好好好。咸蒜，来蒜一蒜。大蒜都有什么蒜？腊八蒜。地球上面有什么？我想自己的，我想自己的，自己的吗？坐下，你给我，你必须得吃。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在不装，快给我吃。待会儿，待会儿，是你们说给一个大一点的东西，不要装蒜，不要装蒜，来，没有在装蒜。好，我现在好，我好，我搞一个，行行，来个正常的。里面有什么？什么？白菜，菠菜，酸菜，菠萝。不是，他是说什么呀？你说啥呀？白菜原理。好，重新来一遍。好，三二一，走。水果原理有什么？芒果、苹果、葡萄、香蕉、柠檬、荔枝、西瓜、山竹、莲雾、火龙果、榴莲、木瓜、黑子、哈密瓜、樱桃、小苹果、甘蔗。干蔗我说我想一个片子，绝对没人想的。我想了个甘蔗，我说我稳了。我没想到，我想两个，你要表现吧，莲雾、菠萝蜜。让他张嘴，把他嘴巴扒开。你随便讲一个，我都就是我吃了。张嘴。哎呦，我一闻，我一闻，还有。不是张嘴，张嘴，二两个一起，两个一起。张嘴，这个味道特别像那个什么？好吃吗？你要好吃吗？鞭，快点，有点像那个鞭炮的味道，你有没有闻到？鞭炮，鞭炮的味道怎么是这种味道？是鞭炮味道啊，哥？火药味啊，这是鞭炮味道。哎呀，你火药味，火药味。推荐一下，给大家推荐一下。呱呱呱，有人怎么吃？呱呱，嘴里有泡啊！呱呱是怎么吃啊？哎呀，我去拿一杯盐水。我是天生拿杯纸，他已经用流鼻血了。可以可以可以，来一次。你就直接给他吞进去，这个是真的反应。刚刚我吞下去又弹出来了。Bounce back! Oh my god! 刚刚太，你是吃了一个三维弹球进去吗？你？刚刚是谁说的？活的，吃了两颗，吃两颗。哇，你怎么吃进去的呀，呱呱？你牙齿下面有一个，要给我看。所以你知道业务能力也包含在这。真的是业务能力，你太强了，我撑不起来。哎，老师。还有吗？还有蒜吗？还有蒜。业务能力不如命。还有蒜啊？普通蒜啊，普通不好，不好。普通蒜更吓人。啊，不是，拿到那个眼口那里放一圈，不就可以蒜了？可以蒜。好嘞，找他得找，好恐怖。现在，然后开始问所有的店铺，能不能现在闪送？不是，我们直播为什么要准备蒜？不知道蒜是为什么。不是啊，原本没有这个东西，谁现在从我的第一个开始说有没有蒜，有没有蒜，有没有蒜，让我吃黑蒜，真的就是本来就没这个味道，兄弟，蘑菇加火药，火药现在知道吧？配料表，哇，蘑菇50%，火药50%，就是黑蒜，哦，就是黑蒜，那应该你今年吃过最难吃的玩意儿了吧？因为你是不是没嚼直接吞了呀？我第一个嚼完，第二个嚼了三口，给直接吞进去。我感觉你特别没嚼着，哎呀，我刚吃过，跟豆汁儿谁比？豆汁吗？那还是豆汁吗？豆汁吗？但它还是很恶心，豆汁没有豆汁那么恶心。这我不同意了，怎么能说豆汁酱有什么？就是豆汁会直接让你刺鼻、呛鼻那种，直接会呛出来。但是这个是那种闷着模拟，它这种是模拟，模拟。
吃个辣条马上压下去。你这辣条黑蒜，你嘴巴里面又有辣条，我又有黑蒜。接下来呢，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趴了。欢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我看到有个百应必有果，你玩的也差不多了呢，我们就该真正的庆生派对了。黑蒜蛋糕，有请。黑蒜蛋糕，真的假的？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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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放一点点的背景音，一点点点的那个背景音。哎，小姨下面杯子，哎，下面玻璃杯，小姨，这个玻璃杯是哪？哇哦，非常的上游，跟入流，这不挡着人了呀？没事。哎，咱们那个下面那个帽子是不是得一人拿一个？那个大家对，可以分一下这个帽子。哎，这个不错呀，哎，戴个眼镜。不是，为啥我这个？这个丢了。我要那个。牛顿，牛顿。哈哈哈哈哈！来，看到那个视频没有？有两个哑炮。那个视频。Today is my birthday， 什么 ？This is my girlfriend。哎，兄弟们，为什么我这个？因为你会算。臭让人，臭了一算出来了，臭了一算就省不了了。不行，我得进。当然，这个眼镜，这个眼镜戴上，看这个紫光是有桃心的。哦，真的呀。而且是彩虹色。这眼镜戴上那个真假？真假？真的。真假？我看笑。是真的啦。是的，是的，那个眼睛真假，不会随便骗你的啦。哦，真的，是真的，真假，是真的。我看到全是那个。他那个应该是看所有的光都是那个，他不是看火。真假？真假？真的，太酷了吧！你们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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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真的是，哎，戴上我这个眼镜会闪光，哎，不行，我得去。赞呢，我感觉我有闪光，怎么样？眼本就有闪光啊，我感觉我戴上这个眼镜很闪光。哦，真的，真的，看呀，哇，真的，真的，没了，蜡烛都灭了，兄弟，受不了，蜡烛也累了。我们聊到蜡烛灭了，睡觉去吧，也累，也不错，燃起来了又。哦，燃起来了，燃起来了，这波又灭了。哎，好多爱心哎，真的只有一二三四，赶紧许愿，赶紧许愿，许愿，许愿，来吧，就是玩。哦，灯都会有个爱心哎，好神奇啊，好神奇。OK， 好了。OK。然后呢，导演组的意思是许两个愿，有一个愿望是可以讲出来的。大家有没有愿意想讲的愿望？顺着来呗，顺着来吧。哇，美好愿景。开始，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阳开泰。讲个正经的，正经的吧。赵磊，赵磊来，讲一个能讲的。已经准备好很久了啊？怎么用这个？你先讲。好，我来讲。来，正经的就希望啊，哎，把你那狗子拿出来练吧。歪的，哦，真的有稿子，你摸一下，你以为？好单纯。没有，就是，希望兄弟们能够一直身体健康，然后希望6月13号演唱会能够顺利，然后能够留点给后面，少流点眼泪。哦耶，哦耶！我刚许的是希望大家能越来越好。好，我许的是。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哦耶！我是刚刚开头就是说祝大家就是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就这两个。乐乐，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发大财。身体健康，然后得到自己想要的吧。我是希望大家以后能常见，就是不管是私下的还是在活动里面怎么样。对，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挺酷的。我的话，就除了我们，还有小十二们，都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然后追求到自己想要的那个东西就行。你知道现在状态跟刚才光三人很像是什么？你们俩直接把我想的一口气说了。来，我对团许了两个愿，可以另外一个可以说吗？可以啊，可以啊。想说，就是可以我开头说，然后后面说，就是我希望我们10年后可以再在舞台上面跳一支舞。
就这个。一定要跳舞吗？唱歌也是可以，就是行，为了你们，我跳。这个可以商量一下。我跳，跳舞。你做一个违背祖规的决定。一定要跳的话，跳哪一首？违背祖规的决定。一定要跳，跳哪一首啊？选一个，跳十二吧。跳十二，对啊，我觉得高情商啊，野哥编跳舞的话跳十二，我如果真的话是那个，如果真的话，我其实我觉得谁都不吝啬吧，因为这是我们第一首歌。十年后，那不是其实我们第一首歌是 Rise 啊，对不起，那就跳十二。好了，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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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可以了，在意。然后我许的愿望是，他们俩本来说的就是我许的，我想的是，无论是我们 Rise 的十一个人，还是 Rise 的小十二们。以后可能不能像现在一样长聚，但希望还是有一些机会能够让我们再聚一下的。是了是了是了。嗯，我也是觉得，就是首先就是还是祝大家就是在未来能够开开心心的，然后在事业上能够一帆风顺。嗯，对，然后也是我觉得不管今后咱们就去往哪里，然后咱们今后一定会再有机会再见面，对，一定要再聚在一起。是的，今天一样，我们能够坐在一起，能够一起玩一起，吃黑蒜，对对对对对，喝盐水，掐蒜，喝盐水啊，喝盐水，喝盐水。下一个，我就是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健康开心，然后经常聚，然后梦想都能早日实现。嗯，耶，哦耶，那就那不得来一首，假装吹一下蜡烛啊，这反正已经 nice， 好，三二一，哦。Yeah！ 然后，哦，先是不是要先拍照合影留念？哎，拿先有礼物。哦，原来那个是给我们，哦、我以为是放在上面。啊，刚才被我乱刀砍了那么多，快刀砍礼物、哦。什么礼物、啊？这个吧，自拍杆吧。不就先拿礼物吗？啊、你这个人可以伸长了，来。这个没用过吧？送我们自拍杆吗？这个东西，那个盒子里面是给我们的礼物，不叫自拍杆，不是吗？喊你们拿礼物，来吧，一人拿一个，但是不要打开，然后依次打开，随机的嘛，随机传就行了。可以，这么多礼物，随机。哇，好重啊，这个，不是那个小盒子是一个独特的礼物吗？来一个，啊，我这个是，都一样吗？就是来 ADC， 不一样吧？重量不一样。谁没拿？快拿！你不会没了吧？香狗，还有怎么就没了？我手，现在打开吗？插吗？还有人没有？好了，我没有，我也没有。有一个独特的小盒子啊，这里，这里，小盒最后打开了，最后打开吧，没了吧？打开吧。其实可以集体送。要拍吗？现在要拆吗？不拍，现在不拍。先拆礼物。来，不是，来嘛，一个来嘛，来一个一个来。来，再来。拆拆是吧？这是什么啊？什么、啊、泡泡机吧不是照相机、啊、不是是泡泡机啊，那不是照相机吗？别笑，喝下的是温暖，记录的是幸福啊！水壶，泡泡机哦，是壶了，壶啊，这里啊，哎，是什么呀？水壶，好，宇哥，壶是吗？给了个壶，是壶，展示一下，是壶啦。喝下的是幸福啊，幸福，下一个野过，哦，你这是什么？你这个也是壶哎，这是壶，你阿拉丁神灯，你这是？那你插到他看能不能插出去？你是阿拉丁，真的是神灯。看上面写什么？不是，他那个真的是个神灯，上面写着“高贵典雅，不失华丽”。因为我只在乎你，好恶心哦！我只在乎你，每个人都是个不一样的狐是吗？我猜我也是个狐，有点可能是，我觉得有可能是。那我也是个狐吧？哦，对，每个里面有都不用猜了，每个里面有贺卡，这是贺卡，贺卡吗？啊，大家可以拆开贺卡，让前面两个先读一下。我这是什么东西呀？宝宝水壶，矿泉水，我这是没有贺卡，就是刚读的那个东西。愿幸福陪你走，从年少到白首。Oh yeah， 好嘞。哎，我是打野，是什么？是 ADC？ 为什么要打野？为什么是个多分的枪？你看光那个，我不是个，你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充电壶，这是电壶了。注意沸腾时蒸汽附着导致，你这是念错了，兄弟。折叠一半的便利，祝福翻倍的心意。这是什么？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
烧水壶，烧水壶，这不是烧水壶，是热水壶啊。它下面还有便携式烧水壶。哦，这很好，好高级了。嗯，我这个就是一个壶，我可以天天喝水。喝水啊！他说送上复古又温暖的礼物，花开富贵。他这还有个花，花开富贵。啊！哦，是真的花开富贵啊！当然是不同的壶吧。下一个，这个是个烧水壶。你这个东西，哎，你这个跟抢厨房这个好像配套哎。喂，哎，为什么你这个好？养生人，养生魂，健康喜乐又平安。我这个他不押韵呢，没押上，没押上，没押，没押。养生人，养生魂。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下一个。押了。我这个是一个，你这个更是烧水壶了。Vintage 烧水壶啊，这个更标准了，你这个烧水壶。非常 Vintage 啊，最原始版本的啊。烧水壶是真的，我的祝福也是真的。啊，花开壶贵，不要拿壶不开提。你的壶就是我的壶。很会啊，很会啊。会。爱你无壶，你也是个烧水壶。我这爱救生了吧？他溺水了，赶快救他！哦，这个很好耶！哦，泡泡机，泡这是最猛男的东西了。哦耶，好适合，好适合，好适合你啊！要吃的，要吃的，要吃！哎，我要溺水了，兄弟，关了，关一下。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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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里面藏着一只河马。啥意思啊？水壶泡泡机，快乐宝宝必须拥有的酷炫装备。哦，这是水壶泡泡机。你这为什么拉不出来？看看我。来，跳着你的。求你了，这玩意儿还挺好。哇哇！这是什么？这是刷那个厕所，这刷牙的，刷厕所你刷牙，你是啥意思？这是，这确实水袋，是不是拉不出来？但是这个怎么跟壶联系在一起呢？这个应该是把这个口打开，然后把那个标签呢？标签呢？不是这个刷什么呀？刷这个呀？搅水棍那个是？祝你生日快乐，愿平安是壶。平安是壶啊。你这个一会儿再对着这个谐音梗，你们太厉害了。最后我来，我这个厉害了。哇，你这个是葫芦啊！哎呀，你这个是葫芦，厉害了！叫你名儿，你敢应我吗？对，真是这个，他这写着愿山河湖海都被你收于手中。哇，哇，收！这是李白吧你？不错不错，来看一下这个盒子里面。直接贴上来。这个，哎，最特殊的，这个应该不是一个葫芦了，这个应该是一个醋，猪是一个醋，醋，是一个醋坛子。还说的是什么？说的是，愿这些，愿这酸酸甜甜可以为你描绘出更绚烂的世界。哦，很有不一样的味道。你的葫芦还是小的，对，就是觉得你吃咸了，想给你做综合一下，综合一下，综合一下，真棒，真棒！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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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是出国在外面合影吗？切蛋糕吗？接下来就是合影留念，合影留念环节，把自己的壶拿着吧。好，把自己壶拿着是吧？我来拉壶，拉壶，祝福你啦！爱老虎，爱拿，爱拿壶，老虎油，爱你无壶。哎，你怎么拍啊？咱们来拍揪，摆个队形吧。得拍着蛋糕吧？你搞个那个几秒钟延时呗，好吧？拍揪，谁掌机？站起来拍吗？掌机人得站到最前面。掌机，我的脸你想想，上次我说我滞空三秒，三秒都那么长。你来，来来来来来，大家挤一下，兄弟们，来给佳佳让一下。哦，不像个真的样子。他这个是能看到佳佳吗？你找个角度啊，杨老师。看到我，看到佳佳了吗？蹲脸吗？这这边再来一个，这边可以来一个。好，我还有，我有我吗？有了吗？都有了。来了，三。二一，我拿出来。九八七六五四三，哎，都有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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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吗 ？check 一下 ，check 一下 ，check 一下 ，check 一下。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一二，都有，都有，都有，都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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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今年的吃蛋糕环节了。为了避免像去年那样浪费，
于是今年导演组给我们推荐一个非常高雅的吃法，就是拿这个杯子往上一扎，然后这么挖一挖，挖一头，挖，挖，挖一挖，挖蛋糕，挖唧唧挖，然后呢就，但是不是得先切一刀吗？过程没有先切一刀，那就这就是第一刀了呀。可以吗？可以，那就是第一刀了。然后呢，大家就是来领取自己的杯子，然后来切第二刀。来，这感觉很高级啊！是的，感觉很高级。你怎么挖出来？我看你那个中间。来来来，镜头给他。啊、哦，可以。还好没拍到。哎呀，这上面是纸还是？没有，它糖半糖吧，居然这个能做到这么对啊，这么细致，这个就是分辨率这么高，哎呀，完了，我感觉第一下了，行，不会抠，帮我抠一点啊，抠点奶油去，不想吃奶油，我想吃蛋糕，你别去啊，来，大家是不是应该先碰个杯？上面有勺子，碰个杯，拿勺，那我吃个歪吧，吃个鱼。哎呀，我这个好像拔火罐了，我这个拔火罐，这个拔了个火罐进去，这个颜色还是挺好看啊，这样看哦，好，彩虹色哦，来吧，彩虹色，来，来，碰杯，第二次啊，第二次啊，野哥，你这是什么吃法呀？野哥，灯吃，蛋糕，灯吃，大吃，来，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干杯，干杯，干杯，两岁了。现在的蛋糕我们可以推给工作人员们吃，是啊，这样就不会浪费了，太棒了，不浪费，大家好棒，先吃两口，有点饿，感觉很不错，好喝好喝，还可以还可以，还不错吃哦，不错吃哦，吃错不？啊，吃不错啊，奶的味儿好重啊，蛋糕，还有紫禁，紫禁在那边，蛋糕紫禁，你叫什么？没有，危险，危，好了，危，别再敷蛋糕了，不要再落落砸一个，要不？啊？嗯，坐下去，跳起来，跳起来，没那床，他不敢翻，这一翻就断弦了，这一翻就，坐两个，可以，还挺好吃，奶味特别重，还挺好吃，还有什么环节吗，兄弟？看着还可以啊，我感觉我们是不是应该放一首我们的 Happy Birthday to Me？ 对，放一首我来一首 Happy Birthday to Me 吧，说不定那里面已经放了。他们不会没有准备吧？不会吧？不是吧？能搜出来？他开始打字了。Happy Birthday， 对不起，我们没有买你的专辑，所以放不了。这个不用买啊？是。大声点呗，大声点，现在可以大声点。男孩女孩，我们一路走来。人生不嫌有幸能够没什么要没买是吧，是不是放了试听啊，只能听了十秒，是的是的是的，真的又一个从头来了，真的是试听啊，不是太配，哎呀妈呀，好听就可以了，不错，祝我们生日快乐吧兄弟们， yeah， 就二十周年，说吧，你谎报了多少年龄才参加这个节目？59了，怎么说啊，兄弟们，差不多了，可以了，可以了，大家来，我们你看他们还幻想让我们就是什么手搭手，介绍一下我们绕场一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发的这首新歌呗，叫我要创造一个有你的世界啊，是的，我们这首歌要不要让楠楠来讲一下？写的曲和词，
您要展开讲讲吗？啊，就大家可以听一下。然后我们还是把惊喜放在六幺三的这个演唱会上，再去准备一些惊喜，然后去不留遗憾吧。然后希望大家今天看的还开心，然后我们6月13号见吧。好，yes， 不错不错，快走起，六幺三见。那我们快到，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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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跑起来，生日快乐，是不是跑起来？生日快乐，跑起来，快乐，过分了，野哥，跑起来，跑起来，这人要跑起来，他咋跑起来？野哥杯啊，对了对了，啊对，啊对，医学奇迹，医学奇迹啊，行，可以，行吧，期待一个奇迹，行，早上休息。晚安，朋友们，晚安，晚安，不辣啊，不辣。来，机位往上摇。Goodbye， Goodbye。好，准备。结束了吗？结束了。晚安，辛苦老师们，辛苦了，辛苦了，辛苦，辛苦了，还有辛苦了。